Sabine Le Chatelier, and I'm the associate fashion director of a big famous show for fabrics, which is called Premier Vision, which has a big show in Paris. That is just my traveling style, because I'm coming from France, and baskets, because it's very comfortable. A soft jacket, cotton, without any structure, very soft and very comfortable. A fluid dress, which is unstructured, like, you know, like just a piece of fabric.我是那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法爱非时装学院的一个学生，帽子就是临时想要搭，只是衣服嘛。我们今天想走的是复古风，然后头发就是之前染的一个绿色，然后身上配就是里面那件是有点小香氛的感觉嘛，外面配一件外套，就搭一点，然后穿酒红色的鞋子，就有点复古的感觉。 叫曹宇，我是东华大学中日合作班大一的一名学生。今天我们俩本来是想穿就是比较搭一点的姐妹这样子出来的，然后就选择了酒红色和黑色为主色调。然后酒红色今年也是大热的一个颜色，然后我想就是搭黑色就比较百搭一些。然后衣服都是韩国就是买的，然后包是 Coach 的这样一个牌子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和酒红色就非常的协调。是来自湖北武汉，我的名字叫汪家山。然后我是作为一个买手过来的，我比较喜欢复古的风格，然后也比较喜欢蕾丝，所以我今天上身搭了一个蕾丝的衬衣，复古的一个项链，然后下身是一个比较有造型感衬衣改的一个包裙。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体现女人的一种美感啊，然后再一个就是把每个女生的优势表现出来。我比较喜欢穿高跟鞋，可以让腿部看起来更纤长一些，然后就是因人而异吧。上海时装周展了很多国内的自主品牌，然后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有自己的设计，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我叫嘉文，然后呢，我是一个自主品牌的一个创始人，也是一个设计师。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红色的这个元素啊，加上 我自己本身对吉辰老师有一些尊重，也比较欣赏他的作品，所以我选择的就是红色的褪影的这套卫衣，那么搭配了一个红色针织帽，包括我就是因为我可能时间比较紧凑，那鞋子方面我就选择了用红色的鞋带，稍微搭配了一下然后因为这个硬朗的这个元素，所以选择马丁博士的马丁靴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时尚并没有说有一个硬规则在这边。I'm Alvin Starry. I come from Shanghai. I'm an art student and also I'm a fashion designer. I always wearing the jacket and the shirt and the pants
just like the gentleman, I want to make everybody feeling I'm a nice guy. So I just very simple and clearly.